综艺状态，今天我们要带来好听的歌曲《情人》，希望大家喜欢。戴上这种IEM 的耳机，然后每个感觉都很不一样。后面有很棒的 live band， 谢谢所有的乐手老师们，他们是很包容我啦。然后就彩排的时候呢，这个状态不好啦，唱得很好啦，他们也是，然后没有说什么话。你怎么这么谦虚？哎，其实昨天的 set 是我们 Yes 933近期来，等一下啊 ，Jeff 还有那个顾华倩应该上厕所，应该是哈、啊、近期以来啊歌声最好的一位男 DJ 嘞。哎呦，来点掌声，来点掌声。Yes 933的轻松活动，让大家多了解我们 Yes 933的这位新人。
如果细说的话，你正式加入 Yes 933是有多少个月的时间？哇，我是从去年7月份加入的。哇，对，才半年而已。半年的时间，已经有那么多人非常